就是我们据报，他现场是那个民宅火警啊，那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因为四楼的窗口，他就有明显的明火窜出，然后据报里面有屋内有人员受困。那到达现场的第一时间，在四楼的窗口，有一位女性，她趴在窗口那边待救。那我们用我们的南门的云梯车，先把那一名窗口的待救民众先救下来。 然后室内也有引导一位男性的住户，哦，就是由我们的抢救人员把他带出来的。那另外两名，哦，屋内的另外两名民众，他是自行逃出，所以第一时间里面，这栋屋内有四个人，哦，有四个人。那据屋主表示，他平常是住九个人啊，所以有五个人他是外出的。我们在现场询问那个关系人，一直有一位女性，大约年龄是70岁的妇人。 他在火场是失联的，就是屋主他联络不上他，然后我们在三四五六各层楼逐层搜索也一直找不到他，哦，然后后来在屋主的那个建议之下说，会不会有可能受困在电梯间，所以我们就每一层楼的电梯间也逐层去搜索，然后最后在六楼的电梯间那边。 找到这位70岁的妇人，那很遗憾的就是他已经 OCA 明显死亡。起火原因这个还需要我们火调科来实际鉴定才知道起火原因。